底下说劝导他人到不如法的道场不施供养，是否需负因果责任？要负，那当然啊，所以劝人不是个简单事情。啊，我跟李老师十年，十年当中他的言行一致，这我们很佩服。 啊，李老师一生劝人呢，受三规。不劝人受五戒，啊，不劝人出家，很有道理啊。他劝人去受戒，他要受不了戒的时候。 劝的人也不应苦啊！劝人出家，他出家不如法，那个问题更大了啊！劝人受三规没关系啊，劝三归是引导他入佛门。所以入佛门之后，啊，去求戒，啊，或者出家是他自己事情啊，这个不是别人事情。 啊，他真正通达明白了。啊，出家要有个出家道理。啊，你为什么要出家？啊，我那时候发心出家，李老师不同意啊。啊，问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是个寺庙里派人来、啊，找了我九次了，那我才答应他。这九次也不行啊，这个不是理由啊。那真正理由是什么呢？啊，真正理由是我自己出家的目的。啊，以出家身份。 弘法利生。那、啊、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出家参加考试，啊，这个考试官问他：“你为什么出家？”他只说了八个字：“元绍如来，净光大法，啊，净光一教。” 这个理由正当，啊，少是什么？集成，云我集成释迦牟尼佛，净呢？我把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发扬光大，这马上就批准了，啊，不为别的呀、啊。 啊，说到要做到啊！啊我们出家没别的，就学释迦牟尼佛。啊，佛陀一生的行谊我们了解。啊，这是最早啊，老师介绍我读这个《释迦谱》《释迦方志》。啊，我们了解世尊一生的为人。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 啊，所以我在台中李老师麾下十年，学金教。啊，金教学会一直就是讲解教育，啊，没有担任过寺院里面任何知事，啊，就是这么单纯的工作。 啊，从出家开始教佛学院，啊，一直到现在五、啊、十年了，啊，整整五十年。那对自己的好处呢，就对王生净土的信心一点怀疑没有啊，求于求往的这个愿非常恳切。 啊，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啊，无论干什么，绝对不放在心上，啊，因为这个世间要离开，啊，而且在现在这个年龄，我常常讲啊，这是从前李老师常常讲给我们听。 我们听到二叔。啊！老师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有春夏秋冬啊。啊，人的春天是前年，你一岁到二十岁，这个二十年呢，人生的春天呢，啊，应当好好求学啊。 二十岁到四十岁，人生的夏天你成长了。啊，四十到六十是人生的秋天六十到八十是人生的冬天八十岁之后就没有了，那活一年是多赚一年你该走了。 啊，这老师常常教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听多了，我们就想到了。四十岁之前，实在讲呢，前面二十岁迷惑颠倒，没人教你啊。那我还没闻到佛法，我闻佛法是二十六岁呀、啊，啊，于德芳老师。 啊，所以二十到四十啊，要完成自己的道业。我要认真努力学习。啊，四十到六十呢，应当要对为佛法、为道场做出具体的贡献。啊，为大众服务啊。 六十以后啊，应当不再从事任何知识工作了，专心教学啊，因为你要退休了嘛，你经验丰富，啊。培养底下一代呀，啊，后继有人呢、啊。 佛正法才能救助。啊！所以我对于后续真是全心全力照顾啊！希望世世代代有人才。 而且希望各国人都在我之上，啊！如果在不如我，那我的教学失败了，啊！应当在我之上，啊！步步高升的，啊,啊！这个社会才有进步，啊！才有成长，啊！不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 那是灭亡的现象，啊，一代比一代强啊，那是个兴旺的现象，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就超越了，啊，这个机会不是没有，啊，现在这个语言就非常舒适啊，有这么多护法的菩萨。 真正发心不容易啊！能够在此地安心学十年。这就有大成就了啊！正法确实能兴亡啊！我们有信心啊！对于个人， 决定求生净土，永恒不变。啊，正法久住，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是儒释道都衰。啊，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放心。啊，三教我们都要顾到，但是还是要一门深 我们儒释道可以贯通，因为我们是同在一个教室里面学习，啊，所以三教我们都能听得到，啊，我们只是听自己专攻自己的一门，把所听的这种东西汇集在自己一门里面来发挥。 这也是非常殊胜的缘分啊，不容易遇到。